Hello，Hello，自己好，欢迎来到我的今日时光台，我想想，这个游戏是在，哦，我看看。从画风来看，怎么感觉是一个挺真诚的游戏？但是它有一个红围巾，像这种游戏，他们就很喜欢搞这种，你知道，他们就很喜欢搞这种。黑白风格的，然后啊，黑白风格的，等一下，他们就很喜欢搞这种黑白风格，然后有点红色，像那个什么来着，像那个辛德勒的名单就是这次带有。那边那个玩风筝的小孩是谁啊？他的弟弟吧？错，哦错，它的风筝为什么是红蓝白三个颜色？哎，上去！哦，应该是我要把这个拉开吧。后面还偷偷打了一下广告。哎，那小孩跑哪去了？他弟弟呢？这是谁？这是一个小女孩吗？啊？这是他兄弟吗？带上兄弟，什么情况？他兄弟摔伤了吧？Space 是离开兄弟，这边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先把它放着。这看起来是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兄弟到某个地方去。我们如果直接跳包会摔死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我们是不是要想办法到那边去啊？这个好像拉不到哎，等下再一次，我再从这边走一次看看。我觉得这个荡的幅度是不是有点小？
我真的能够靠这个荡过去吗？还是说我应该是要用跳的跳过去？我觉得我应该是用，我觉得我应该是，应该不是用荡的荡过去。我觉得是这样。那个移动的幅度太小了。对。可能要把那个，哎，这里有一个什么鬼啊？秘密发现是什么意思？所以难道这不是啊？摔死了，搞什么鬼？所以是会摔死的。好，所以是会摔死的。哎呀，谁想到呢？玩个游戏啊，摔死！我想说，他跳起来感觉很轻盈啊。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滑下去。结果谁知道他竟然会摔死？而且我有点不是很清楚，他这边现在是要我们干嘛？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形是，我们要背着弟弟走。可是前面那台车挡住了路，前面那台车挡住了路，可是我们有可能背着弟弟往前，有可能背着弟弟跳上去或爬上去吧，试试看好了，这样，然后再把弟弟背起来。吼吼吼吼！这个哥哥简直就十项全能王啊！这个背一个这么大的小孩，他可以这么利落的这样跳来跳去的。嗯，我想想看，感觉这边应该也是要有一个，感觉这边也是啊。我先把弟弟放下。弟弟表示我不要，我不要在这边。好，背着啊！啊，我下来了，不行，弟弟你还是在地上等。哥，等一下就来带你走。哥，先去研究一下这边的机关。所以这是怎么算？啊呀！等一下，上面那边有一台车，好像可以滑下来，但是我感觉它滑下来有点危险。我把弟弟放在这里吧。感觉那台车是可以拉下来的。诶，我直接从这边跳是跳不过去吗？奇怪，然后刚刚我走好像那边也上不去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时速应该不会太长。哎，哎，
弟弟 GG 啦，我不可以把弟弟放到那里去，还是弟弟还是先待在这里吧，不要哎。那怎么办？我得背着弟弟，不行哦，背着弟弟我就跳不上去啊。所以我应该是站在前面，不对呀，我觉得这样弟弟死定啦。找一个能把弟弟放下的地方，不要。我有想见到刚刚那个情况，可能弟弟会被弄死。只是我想说，他应该像，因为你看，哦，我不能离他那么远。像刚刚我搬箱子的时候，他那个箱子就会从弟弟旁边过去，他就不会撞到弟弟啊。我想说，这个车是不是应该它也是这种设计，就是它是从旁边过去，不会撞到弟弟。结果不是，他就把弟弟给碾过去了。过分了呀！然后他这个弟弟又不肯离开哥哥的身边。然后我这边我又我背着弟弟，我跳得过去吗？我背着弟弟，我又跳不过去。所以我等于是我弟弟一定要放在这里啊！我弟弟一定要放在这里啊！还是说他是只要待在有光的地方？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弟弟可以放下的条件到底是什么。应该是这样子，对对，他应该是这个弟弟只能够待在有光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刚刚这边拉起来，理论上他应该要可以放在这里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好，他这样我知道了，他的弟弟只能够待在有光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这个把那扇门拉下来以后，就可以换位置放。OK 的，OK 的，兄弟现在各死一次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推下去，然后地带走。他这个哥哥看起来很瘦弱，哎，等一下。我现在要怎么过去？哇塞，真假的？这哥哥看起来这么瘦弱，他可以做到这种条件，他可以就是，简直超人啊！这游戏应该是我与我的超人哥哥。我们是要走这边吗？我怎么感觉这个气氛好像变得有点可怕？是什么意思？错加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是要到旁边那个平台上去吗？所以我要从上面跳，是吗？那我是不是应该先把车拉过来呢？
面那个亮亮那个桶子，我总觉得它会爆炸。这对兄弟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跑来跑去呢？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这个看起来像是废弃的工业城市，诶，好像也不是废弃，还在冒烟。难道他们是一对同工兄弟？我刚刚如果没有跳过来，是不是我就摔了？这边。这是，等一下，是我看错了，还是我觉得刚刚后面有东西在动？哦，是木头。这个是木头在动。那我看看现在是要干嘛哦？先把这个。这个东西一定有某种道理吧？这个运送带它是要把木头运到哪里去啊？哎呦，等一下！啊！哎，这个是不是太血腥了？这个游戏过分了一点吧？这个游戏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我觉得这个游戏有点血腥啊，有点太夸张了吧？这个，我应该是要站在上面跳的，我觉得，但我觉得这个游戏太夸张了，怎么可以？他怎么下去？他为什么还要搭配那个？他为什么还要配那个肉屑？那个特效嘛？我觉得肉血太过分了呀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然后这样就摔死了，为什么？我好好的跳，为什么也摔死了？刚刚这又很高吗？不是啊，刚刚，哎呀，刚刚他那个就还有一个，就反正就很过分啊！红色的你没看到？我看看我要怎么跳才不会那个？哎，等一下！哦，好，这样子下去就不会摔死了。啊，好过分啊，这个游戏！我觉得他伤害了我弱小的心灵。嗯，等一下，这边是什么情况？先把弟弟放在这个地方吧。然后，好，很明显，他弟弟是怕黑的。他们到底要去哪呢？对，
看起来又像是农场。可这个树会不会太大棵？哦，这个树也太壮了吧？旁边那个应该是玉米田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情况？突然就走火了，这样。这玩意又是干嘛？火邪了？哦。这个跳下去不会死吧？哎！后面的那个广告看板，不知道是在写什么。到处都是那个红色的那个 M 那个符号，但是不是很清楚那个 M 是什么意思。反正一定不是麦当当。好，看看哦，我们要，我是不是应该先把这玩意拉出去，先让它灭火？对。然后从这个安排来看的话，我会觉得我可能要先把弟弟放下。等一下，我最后是要从这边上去吗？等一下哦，我先看一下我是要从哪里上去，我看看能不能从这边上去。看起来好像不行。这个电梯，我现在不是很确定这个桶子我是应该要，这个桶子我是要放在这个地方，还是这个桶子我是应该要，把这个推过来好了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来拿这个开关。先下来啊！死掉 ！Hello！ 哦，所以那个桶子是要，那个桶子是要丢下来让我踩的，这样我就知道，那个桶子是要丢下来让我踩的。那我其实就算不灭火，大概也不会怎么样。哦、不行，因为我要把弟弟放下，所以我一定要先灭火，我才能把弟弟放下。欸，不用啊，我其实也不用把弟弟放下，我完全可以背着弟弟走的嘛。也不行，还是要先放下，好吧，先把这个桶子丢下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哎呀，果然应该先把弟弟放旁边的，弟弟太重了，背着他不好行动。然后想一下，我先把弟弟放在旁边。我试试看，我直接把这个玩意，哎，不行，我要先把弟弟放旁边，所以我还是要把火浇熄，这样我才可以把弟弟放旁边。好，先把弟弟放这。然后拉开关，然后哦，差一点我又要死掉了。然后，然后我怎么上去嘛？
等一下，然后我怎么上去嘛？喂！等一下！这是不是哪里怪怪的？那我现在上不去，绝对不正常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我要怎么样，我才可以？如果刚刚那个桶子在这里就好，可是那个桶子如果不在这里的话，我下去的时候会淹死啊！难道只能给我一个桶子吗？他没有第二个桶子可以给我吗？应该不，也不是说弟弟卡在上面，应该是我们，我看看这个可不可以用，这个没办法用，这个没办法推过去。哇，这个有点莫名其妙了呀，这个，我如果桶子不放在那个地方的话，我过去就会淹死。可是我，可是我现在我过不去，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是一定要走上面的呀，可是我要怎么过去呢？怎么办？只能试着这样子打时间差。没有，今天到这边，没有这样子的。我试试看，我打，就是。就是打一个时间差，我看能不能够，就是，我看能不能够，啊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啊哈，no。尴尬。淹死在此处。让我好好想想。你太没有同情心了啦！怎么可以笑？呵呵呵呵，很可怜啊！淹死在这里呀、啊！这个一定有问题，我得想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桶子的确是要，我觉得这个桶子的确是要放在这里。那我也觉得弟弟的确是要先放下。所以我觉得我的问题只是在我刚刚应该要再把这个东西拉起来，免得我摔下去。所以我觉得这只是操作上的问题了。这是可以克服的。那为了避免我们又出错，我们先把这个玩意先拉上去。对，这样子就可以确保我们等一下不会摔水。
说起来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把那个桶子拉过来呢？看来是不可能。不然那个桶子如果可以把它拉过来就搞定。好，现在我试试看，我们很快的。哈哈哈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也就说吧，这只是操作上的问题而已。现在。我觉得可能弟弟要先放着，感觉。然而弟弟表示不要，然后不要，那我们就走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后面那是什么东西？一个消防栓。好，后面是一个消防栓。就。神勇哥哥。哎，等下，那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我误会了，还是这是一个人体实验室啊？是我误会了吗？他那个男的把那小孩装罐子里面吗？吓死我了！这个游戏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儿童不宜耶！喂，等一下，他是在开车吗？吓死我了！好恐怖啊！好恐怖啊！这个游戏太可怕了吧！那刚刚那个场景太可怕了吧！好，诶，这个箱子我们应该……哦。这个摔死就很可怜，就淹死在这。跳啊！哇哇哇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好，吓死我！吓死我了！他都在很极限的状态抓到那个墙壁。我还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场，然而并不。我本来以为这对兄弟只是普通的童工，但看起来他们可能是，这个，他们的身份可能并不单纯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你不要压死我弟弟！我要是慢个几秒，这玩意是不是就压死我弟弟了？这个游戏果然怪怪的吧？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怪怪的。但不是这样子的。好像不是这样子的。先把弟弟，哎，弟弟不行，不能放置。哎呦天哪，玩这个游戏压力好大哦，好可怕哦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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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我刚刚是想说另外那边是不是放下来，但好像不是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要从这边直接跳上去了。
看这个不科学吧？怎么可能用这种方式爬过去？太神奇。这边应该是一个码头。底下有一朵红色的玫瑰，这个应该是什么秘密发现？这应该是一个可以发现的秘密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那个，算了，这应该是一个，那应该是一个可以发现秘密的一个点，可是算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被火车撞死过。那不是被火车撞死，我们刚刚很惨的是兄弟一起被那个碾死，好吗？一起被那个叫什么东西碾死，诶。吼吼吼吼！这个好刺激啊！这个刚刚慢一点，我又要再死一次。结果还是发现这个秘密。刚刚差一点，我要再死一次，对吧？现在我们，而且我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目标是要去哪里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个游戏目标是要往哪里去？根本就看不出来，他前面就是一开始就是他追着这个放风筝的弟弟，然后一直往前跑，然后不小心从屋顶上摔下来，弟弟脚就受伤了。可是他们到底要去哪里不知道啊，他们是什么身份不知道。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？不知道。啊呜嗷嗷，这个才是被火车撞死，看到了吗？往右边走就对了，啊，迷宫也往右边走，这个也往右边走，哎，往右边走就对了。好，这边很明显，这边又要我们把弟弟先放着。然后，这里是要干嘛？一个箱子，等一下，那个玩意是不是跟踪我？是误会了。我们把这个，等一下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是要把这个箱子推过来，它比较重。等等，那我觉得我要先把弟弟背起来。哇，这个是要用跷跷板吗？诶，这样子说来的话，我的箱子可能放在，我的箱子可能放在另外那边会好一点，是吗？试试看。我箱子，哎，我把箱子放在另外那边。然后，哎，不行，没有办法，箱子放在那边的话，它根本下不去，所以这又是一个考我操作，这个又要看我操作。它这个箱子不会滑，不然的话，我可以让它这个箱子往这个方向滑。
感觉这箱子不够重，有没有更重的东西可以借我用一下？没有，它就只有一个箱子。可是这个箱子不够重啊，这个箱太轻啦、啊。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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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恶！冲啊！过不去。弟弟不会走路，真是一件很让人困扰的一件事情。啊！啊！哎！是弟弟呀、啊！你这个他按那个空白键，他会写放下兄弟，你没看到吗？他会写按下，他会写放下兄弟啊！我也觉得是妹妹，对吧？我那时候看我以为是妹妹，但结果不是，他是弟弟。他是因为戴了一个飞行帽，他不是长头发，是因为戴了一个飞行帽，所以你看起来觉得像妹妹，但他其实是弟弟啊，各位同学，他是弟弟啊。并且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上不去啊！可恶，是我不够快吗？还是说我先上去看看有没有第二个箱子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啊。跳！哎呀，他就不能再给我一个箱子吗？好小气哦。哦，有有有有有有，不小气不小气，他有给我再一个箱子。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这个方法，怎么可能那个，怎么可能会。怎么可能过不去？原来还有第二个箱子。他弟弟受伤了，现在不会动。好，现在我们把箱子推过去。OK。走着。听到了音乐，应该不是音乐，可能是汽笛或什么的。火车要开了吧？哦，音乐。为什么要配一个这么凄凉的音乐呢？他们到底要去哪里呢？感觉好冷清哦，在下雨天，然后一对兄弟孤零零的走在奇怪的地方，而且后面好像还有可疑的犯罪分子在后面追。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这个下去应该会摔死吧，呵呵呵呵，会摔死吧？跳跳看，啊，管摔死了，哈哈哈哈，你就知道会摔死啊。